thecriticalthinkingchild.com， 我喜欢这个网站，因为对于家长来说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。有时候我需要帮助找到让我孩子学习出色的最好的办法。你知道，对于家长来说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。批判性思维能力对学业成功非常的重要。不同于我们家里有的练习册、拼图或是数学游戏，这个网站通过家长录像课程、思路提示和图书介绍等方式，使3到5岁的孩子可以提早开始接受批判性思维指导，非常的好，特别棒。The Critical Thinking Child